看后面，我们接下来去看白鲸了。哦，真的好大只哦！刚刚听到一个也太残忍的事情了吧？好，他还跟你打招呼。最近的可以，好可爱。哇，他这里是毛。他们知道我们哪些是成人，哪些是小孩，因为他会去吓小孩子哦。对，但如果大家可以去查那个影片的话，其实之前就报新闻的，就小孩子在跟他跑来跑去的时候，他会直接这样嘴巴在这样吓他，但他会用这种方式跟他玩。来住这种海参馆真不错哈。对啊，而且是大家都没看过的地方哎。对，而且是。都没有太多人跟你挤的时候，都没有人跟你挤的拍照。你看这边夕阳好美哦、喔。他们这边晚餐选择还蛮多的、欸。因为我们随随便便就选了好几道。对，然后你要喝汤的话，那边也有。对。好。啊，你看这海景第一排，看那个夕阳真的超美。超美。因为我在看海角七号。晚上了都没有人，等于这么晚还在水族馆里面呢、啊，好像博物馆惊魂夜哦。就是我们吃完晚餐后，我们现在要去后场去参观他们的后场喽。我们要去喂鱼。也太酷了吧！从来都没有喂过水族馆的鱼。哇，好大哦！我们现在在水族箱的上面，然后下面就是海底隧道。嗯，超酷。就会打滑就掉下去啊。刚刚听到一个也太残忍的事情了吧？都是鲨鱼交配的。嘘，自己来看吧。谢谢。哎呦，软软的哎。这种怪物，这好臭啊！这样子，听到了吓我一大跳。来参观这种还真好玩哦。真的。对呀。看到很多白天看不到动物的作息。真的，而且还可以听得到这边的解说员讲解很多我们平常长到这么大都还没有听过的东西。对啊，超酷的。真的超酷。有机会一定要来体验。真的，刚刚有几个我真的是有惊吓到。像小丑鱼吃太饱会变女生这件事。对。做粘土了。就这是什么吗？你可以看得出来了吧？你这个看不太出来。这很出来嘛？他们都朝着慢。对啊，他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啊，他们都互看对方在比赛。你看我做的这只尼摩还有一个嘴巴在笑。花园慢，我做了三只。三次看同一个方向的花园慢，这个是我的企鹅。好了，结束我们刚才的捏黏土嬉闹之后呢，我们来吃他们的宵夜，来吃看他们的绿豆蒜。那它还有这个什么红豆是不是？对啊，它这个不只有绿豆蒜，它还有加旁边的料。蛮好吃的，比中午的好吃的。料比较多吧？料多很多哎。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行程就是看鱼晚上怎么样睡觉。这个海胆就是我们平常在吃的马粪海胆哦。看这边，特别颜色，看这边，哦，看这颜色很特别，对不对？那是什么东西？那是海藻虫。好了，这些就是荧光蛋白。好，那等一下睡觉的地方呢，它就是一片全黑的，什么也都看不到，我们也看不到，摄影机也看不到。那我们就在这边跟大家说晚安啦。拜拜，明天见。明天早上几点起床？七点。好。那七点半吃早餐。好。现在6:47，起床了，起床了。
大家都起床了，全部都在看小白鲸那边转圈圈。小白鲸在讲话了，他是不是讲了一整个晚上？一整个晚上都在讲。你看，我们就真的是睡在这边，然后一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到小白鲸哦。那你有睡好吗？我一直在听小白鲸的聊天。其实地板很硬。这就是我们昨天睡的东西，一个棉被，一个枕头，一个垫子。然后睡在地板上超硬的，但就是为了要这样子跟他一起起床。要来准备吃早餐了。现在7:50，我们来吃早餐。对。来看看早餐有什么：豆浆、粥、馒头、一些清粥小菜。他早餐还有这个吐司，可以在这边涂果酱。嗯，然后他就在旁边直接帮你烤好。分享一下刚刚听到的，就是如果说你来到朝鲜带的话，有看到什么东西，把它拿起来的话，要记得把它放回它原本的池子里面。对，放在它原本住的地方。好了，我们现在要离开水族馆啦，要不要来坐一下？好好玩哦！耶稣海生馆跟一般来看海生馆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而且可以体验到很多平常来海生馆没有办法体验到的东西哈。对啊，而且要早点订才可以选到好的位置。我下次我想要住企鹅馆，企鹅馆很棒，企鹅感觉很疗愈哈。好啦，那我们现在去吃饭啦。中午呢，我们要来吃的是这间在恒春很有名的这间波波厨房。它就在阿嘎的家的旁边。对，旁边就是这个海角七号阿嘎的家。这个超多人的，所以要定位，不然就是要在现场候位，要等蛮久的。我们现在是11:50，然后他说要1点才有位。要等超久的。我们刚才进去里面一下，就觉得里面超美的哈。而且很大，对，很大。然后一楼它是卖冰淇淋跟卖面包的地方，二楼才是餐厅，有2层楼。那我们在等波波厨房的位置的时候，还有一点时间，所以我们就先来把行李放到我们的民宿。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就是这间吕浪沙列。2019年才新开幕的哦。哇，好大！哇！你见我们的这三个洞吗？而且它，你看它这个地板。还有他用的家具都是很有高级的感觉。还有一只猩猩，这只猩猩我喜欢。你最喜欢假动物了、啊？真的，这个猩猩超酷，我回我家要买这只。还有一个休息的地方，难怪是9.8颗星，对不对？难怪这边是 Booking.com 的9.8颗星哎，超厉害的。旁边这个应该是吃早餐的地方吧？应该有附早餐。Hello， 还有电梯可以上二楼。很好哎、欸。我刚预配完他的房间了，超厉害的。好大哎、欸。超大的。你看他厕所。超浮夸。这很浮夸。厕所，看厕所。床也超大一间。很大哎、欸。我觉得。而且他都用的东西都很好哎、欸。嗯，超精致的。你看他这里还有这个高级品。哎、欸，这个房间很大。厕所。这个厕所很大哎、欸。这厕所可以睡觉了，比我房间还大是怎么样？这厕所好大。这房间真的是比我睡觉的地方还要大，然后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淋浴空间，然后还有免治马桶。一进来这里也好大哦，真的超大。这里可以放一个双人床吗？你在这边睡是不是？我说这里空间可以放一个双人床。冰箱，看一下冰箱，它冰箱也有水跟饮料。这大概是 queen size 的双人床吧。超大一个，还有一个大阳台。你看那边就是南湾，哇，就看到很多人在那边哎。对啊，天气好的话，看到海景一定很漂亮。这边有他们的联络资讯，有 LINE ID， 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加他们的 LINE。好了，我们现在等到我们的位置了，我们进去吧。这边除了预约位置之外呢，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现场候位。那现场候位的话，他就会在快要轮到你的时候打电话给你，那接到电话之后就可以赶快过来了。你看他这里有这个。就好好吃哦。对，它这边一楼是卖面包的，两个海鲜。哇，好多种面包可以选择哦，等下可以来卖。我们先上去吃。刚才我们的民宿老板娘说，这边是一间开刀房改建而成的。对。然后它这边还有保留一些原本开刀房的时候的一些设备。哎，真的哎，你看那个东西，直接留下来。这里感觉就是一个忙碌的美式厨房哦。然后我们今天做这个霸台。
它这边除了这吧台之外，还有这种非常多的位置。那如果说想要坐特别位置的话，记得就是要打电话预约的。你有没有觉得这次来垦丁跟你以往来垦丁的印象都不一样了，对不对？对，以前没有这种店啊。嗯，真的，以前来到垦丁就只知道吃垦丁大街。那它这边就是有一些沙拉、咸菜，然后炖饭、披萨，还有排餐这样，然后还有一些甜点。上来了，第一道我们炸鸡。看见每一个桌上都有了。真的是每个桌上都有，而且我跟你说，它这间店很厉害，它没有太强的光进来，所以你怎么拍都好看，就不会有影子在。然后我们还点了一杯这个波波特调，来到这里不知道点什么，就点波波系列的，很好喝的。它先闻到一个八角的味道，然后再喝到下面的柠檬气泡饮，很适合现在的天气。下一道菜就是他们的波波系列的波波加糖炖饭。看起来很多，而且你看这个生蛋，有一个生蛋在上面，就是鸡翅如何？有知道为什么到每一个位置上面都有一个吗？真的很好吃，真的是好吃的，难怪大家都会点。开玩笑，这间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来这间，真的有一种。又好看又好拍又好吃，很好吃哎，真的很夸张哎，真的太夸张了。好了，下一道另点的柠檬披萨。这个人一看到这个披萨说：“哇，竟然有柠檬的披萨！”竟然有柠檬口味的披萨，太厉害了吧？他看网络上以为是柠檬披萨哎。其实这是节瓜披萨啦，真的很像柠檬。你看，长得很可爱。Maddie， 我觉得这个松露炖饭啊，是我近期。这一两年来吃到上面有写松露的，吃起来真的有松露味的，不是只有闻起来有松露味的东西，对不对？好香啊！客人是这个令广东说的柠檬披萨，我走过。看你吃东西果然不好吃，给他叫另拍一次。我觉得我们坐在吧台真的是坐对了，边吃饭还可以边看，还可以边闻香味。我知道，你看视觉有想念到，然后吃东西有闻到香味。而且每一道菜从我们旁边送上来，然后还可以看一下人家点什么。我觉得我们一个不小心就变齐了，昨天还觉得那间很好吃，今天来了这个料理很厉害耶。真的，每一道菜上来都是很好。难怪是排队美食，真的不愧是排队。只有好拍而已，我来看一下这厨师又帅，要对吧？我们点了一个苹果派，它旁边还有一个冰淇淋，上面还有焦糖，这感觉就很好吃。而且你看它这苹果，它有分那么多层，来吃吃看。